在济南狼帽山小区的一个小山腰上，每天早晨总有一位老人带着一帮人在此习武。乍一看，他和其他自发性的健身点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只是在习练着太极拳的技法。但是，正是这位刘承德老人，在这块不足10米见方的土地上，以他对太极拳的挚爱，以他深厚的功底。 在民间传授着红传陈氏太极拳的武技，我通过跟刘老师接触呢，学习这个跟洪老师学的这么多学生里面，正经八点把这个洪氏太极拳这个螺旋禅习境啊和他的这个技击的精华啊，能融会一身的，就是刘老师一个人。是吧？这个我在跟刘老师学习的过程中。 啊，刘老师就通过这个圆拳神教啊，我就学了好多东西。主要就是说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其他老师目前对陈氏太极拳，你看这个螺旋禅习境，他的反关节的这个擒拿，这格斗这个他的特长。那在别的老师身上，这个体会的很少。那基本上在刘老师这身上一碰一弄。 就伤，要小我的肩膀呢，各个医生两三个月的疼两三个月。那么有一次一个老师发下这样打了这个肚上这个吐饭呢吐了一个星期，确实就很有威力，这个穿透性啊，这个很强。有老师的这个集结这个方法特别轻巧，很轻松，他就体会那个太极的禅师性，这里我也体会了，因为我练过有这个体会，他那个禅师性就像握拳一样，像个螺旋形。 而且也不显形，像刘老师大拳不显形，马上能将它弹弹，像那个弹簧一样。我觉得一弹去了，尽力打它的时候的话，我们跟刘老师也是推一推手，试了一下，尽力弹的时候，你想做它的，尽力做不到，你已经被它做住了，你还没感觉到已经做住了。就是一打手，让你感觉到没有，而且呢，想撤呢撤不出来，想进呢还想进，想进还想进，越进呢越深，越陷越深，让感觉到就是让你空。 让你感觉到没有劲儿，没有那种找不到劲儿的感觉。是达到一种，就是从拳力上呢，就是这一点能体会，能充分的体现出来。恰逢济南红传陈氏太极拳第二期训练班举办之际，济南、泰安、德州、菏泽乃至于全国各地的学子们纷纷慕名而来。 济南红传陈氏太极拳已成规模。此拳发展如此，待受益于陈氏太极拳第18代传人洪军生老先生。洪老师是这个1930年在北京给这个陈氏太极拳第14期来传陈化科老先生学的这个拳哈。陈化科老先生呢，那个时候。 洪老师呢，我这是把洪老师书的一些这个观太拳的方面，我也把它翻开了以后，便一看，我就不看书了。那个时候是1930年的时候，老师，这是陈化科先生，这是也是我的师爷了，这是当时吴老师也是哈，那是跟陈化科老先生学的，在一块做的。啊，这位呢是过去是老师启蒙老师，是练这个50泰拳的刘武三先生。 这是老师给我们讲解呢，时候学拳经过，他通过1930年老师给陈化科先生学拳，一直到1944年吧，15年期间吧，这个以后因为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些事吧，来到济南，脱离了这个陈化科先生以后，来到济南以后呢，他是以教拳为业，生活也很艰苦，这个因为在过去吧成本也高一点。 受到这冲击，回来以后呢，在教拳当中呢，老师说自己悟出一些东西来啊。回到了1956年上北京去给陈化科老先生见面，把自己情况给陈老师拿了以后，陈老师就把从击技方面、腿手方面的这个拳里头这些东西分解开，老师按那个分解出来的东西回来。 用这个方面教我们，就是说过去这个太极拳哈，这个拳吧就是拳法，拳法就是说有句实话，这个划拳绣腿，是吧？这个拳吧，现在你看一些这个国家套路吧，要求打得挺好看，但积极不行，为什么他没功？
这两样的护老师会了以后呢，就给你青花科这个实验所的教他用法方面的，把它结合到全体都行，啊，就是把它变为不是拳法，而是功法，啊，用功，用法，并且呢，青花科老乡的说这个话，折腾拳啊，没有一个式子没用，都用，啊，也到何处何处去嘛，怎么办呢？就得严格的，呃，你按这个太极拳的立法去办去，这光这个孔两个架子不行，按他那个规律走，不行。陈氏太极拳乃是陈氏历代权术家继承先辈实践成果，并吸收各家精华，发展提炼而成的武术瑰宝。 它以轻灵自然、松圆雄浑、缜密缠绵、刚柔相济的螺旋运动形式和富有实战性的武术技巧而著称。洪军生老先生正是得此于精髓，着重突出了螺旋劲、缠丝劲与杠杆力的协调运用，形成了自己一套同传陈氏太极拳的技法。 就是说太极嘛，手中有风，喝酒出，是吧？手机放，喝酒出，要同时存在。也关系给我教我们退休时候用的时候，说不能二，不能出现一二，因为说会上的阴嘛，阴出阴来再放出去，这是一二。老师要求我的要求就是说，一就手放同时，这个手放同时怎么能达到呢？那当时我怎么想哈？老师教了哈，就说要手中出手，啊，他有个老师说了一个扣诀，在画圈的时候，自己这个手理性上来出的时候，一定要手令住周令间，啊，手握周令衬。回来的时候是在宾馆在上头回来，啊，或者从下头回来，啊，他都要摸呢，他都要松肩坠肉下他摆呢，就是说这个公转啊，公转和自转，这个老师在这方面讲的是比旁白拳详细的很多，是吧？管你看那个陈彦国这些这个东西啊，也很好，是吧？这个听谁这个陈着这个谁这个陈着陈着，老师那个练的这个书哈，他
老师来了一个完了，那个中间折了下来，中间折了，折下来的是从中间就说从哪呢？从背向哈，这不是镜像吗？这从背向，从背向哈，你看一挡，你看背影里头黑，黑里头有背，但体现怎么体现呢？ 两人交手，你看现在一抓哈，一般这个地方收回来的时候，这一般是回来了。但所谓说，咱从这个理上来说，你看，就是这个自转，自转呢向外开，这个手呢是上离合的，因为上离合是相信的，是吧？相信的是你抖那么相信，这个人的力量就过来了，是吧？在相信的同时，你看手肘。 放手，这个劲儿通过这个事儿上了缠出去了，你看那个劲儿它上了去了，那这样呢，它进来了，是吧？你这样呢，它把劲儿合起来了，你看它这一缠，你看它个劲，它是，啊，这是什么呢？就是弓转，弓转上的手，上的手呢就是就是向心，这个自转呢向外开，这个外缠，就是合的弓转合的同时。 自转板，外缠，这一外缠就是手中带放，处理的时候呢，你看上外开的时候，这样是推不出去的，弓转上外开的时候，你看这个自转走合劲，人家他自己，就看出来，你看这样走，你看这就是他上不行的，是吧？就是说腰向这个手，脱离自己上外开，上外开的时候，离心的手，手要夹的，合，啊。 这个劲儿它就，那你就半个来了，啊，这是一方面就是手，那手放啊放啊，你看手放，啊，现在是弓转放自转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合的同时呢，夹的旋转，夹的旋转的是这个缠，啊，也就说这么一个，在这个地方。
这是个禅寺。嗯，在我这个地方表现出一个啊，你看螺旋劲儿，螺旋劲儿啊，甚至说进来了，进来以后这个手上，你看在我身上这和气的了，这里是禅寺，这个劲儿通过这边上那方，你看怎么出去？啊，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你看，你想这个情况，是吧？你看他的手慢慢的还是缠起来了，是吧？要是这个样呢，他就把我胳膊拧起来了，是吧？边拧，你看这个手上来放，手呢，你看这个字段呢是合，加上腰的转，啊，随上拿起，但这个手势上的来的，啊，这是手放，啊，加上这个缠，你看缠法这个中指啊，中指零劲，你看缠法，你看那个劲。通过你看这里又回去了，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么个来劲儿了，他推过来了，你上前推他去是顶，你上人来啊这是丢，谁顺着他，你看身子上的合，但是这个手呢夹得歪缠，也就是把他胳膊你看拧他一下子，一拧这一他不去上面翻心嘛，这点呢比平常呢都是这样多一些，啊，他没有声音合起来，或者合起来，啊，把那个再把那重心给他解决这个事，就他的力大一点哈，你力大点，你也不能动，啊，你这是加上这个缠法，你看，他就很开的开了，就开了，啊，或者你这个时候可以开大了，大以后你缠起这是个反关节。翻过去，你看，咱还动上就可以打这个，啊，你看过来以后，你看也可以起来，也可以上这走，啊，你看上这走，身上的合，你看这个手，是分，啊，就可以打出去，这点人就从那是这个理论当中都出来，啊，一般他不大注意，要不说哪个动作都是有用的，你这个他没用，为什么呢？他违背那个规律。啊，一合，你看，他还来了，他伸出手指，啊，你这样，啊，我的手指，那个两根脚筋，啊，最合，你看加上腰一转，你看，这手缠上，这个手你看，手你看，你要这样他没有，啊，推过来没有，啊，伸手上的合手开，你看，啊。他出现这个事儿，这是慢动作，一推，啊，你看，他不就上外跑吗？啊，你看，他上外去，这个地方，你看，啊，你走现在一合，啊，再上的合开的时候，你看，啊，这样，就违背那个规律，手上面一开，你看，加上合起来，啊，再从这个缠丝和这个。手法同时体现了个东西，刚柔相济，四两拨千斤的奥妙技艺，这正是陈氏太极拳技击性之所在，也正是这一点，他逐渐的被青年人所接受。这样咱说了哈，这个技击通过螺旋这个东西，不就是这个力啊，作用力和反应作用力啊，你从健身方面是吧，他这种练拳他实际上就是说实在就是一种气功，怎么这么说呢？你看他现在练的一些这个传的一些功法，练气功功法，相功啊，也是法轮功啊，也是一些功法等等吧，啊，指禅功是吧？练泰拳的练这个气功的吧，他都要求这个松肩坠肘，啊，训练拧劲啊，上天上颚，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呢？他为什么要让你这个松肩坠肘呢？松肩坠肘实际上从身体解剖方面啊，这时候我也看他说，就这个肺，这一个膈肌，这个膈肌和这个肋间膜，你平常你颈子啊，它就肺是呼吸，啊，练泰拳它让你松，松了以后呢，这个肩松下来，这个肋间膜拉开，胸膈下沉。他的肺呢处于垂直状态，他这样他吸气呢，他能达到这个稍微丹田吧，吸长他就身体得氧多，啊，你是这么光提着气，啊，他肺是呼吸，他下不来，啊，这样呢，你看他从生理的胸膈肌下来，他身体得氧多了，得氧多你通过慢慢的，走的匀一点慢一点，啊。
调整你的中枢神经平衡，阴阳平衡呢，嗯，它不就少生命吗？嗯，而且这个阴阳平衡当中哈，它牵扯的一些反骨现象了，嗯，它要求舌前上颚、下头骨道呢，还有提，就是说提骨道，为什么呢？就是说从小孩儿有种现象哈，先天的时候它是胎息的，胎息是通过脐带的，它是不通过肺的，这个是。这可以说看上的小婴儿型，是吧？剩下的小婴儿，他平常你放了他没事，他长得他那个舌头都搭上去的。为什么这个呀？就人呀，身体有两种脉，前身，啊，任脉，后身，督脉。这个任督二脉呢，是人身上的是最主要的，啊，一个是主气，一个主血，啊，男人属阳，啊，主督，是吧？女人属阳，属阴，他主任。这个人民是主血的，啊，督脉它主气的，它这个督脉从后阴这个地方哈，从宝那个都出来以后，通过后边，通过就骨道，上来啊，命脉，啊，余震上来，阴堂，一直到这个任脓这个地方，它因为有口，它断开的就好两股线一样。这个什么人为呢？他从后阴从前头上来，你看从里头，他一直到这个城阳这个地方就断了。舌前上颚呢，他让他两只脚，他从手上叫上缺窍，就和咱电灯一样，你想亮，你得拉个线接上。那把这个任督脉啊，这不是任脉督脉，这两个上头接住。骨道提起来，把底下也接起来，让他这个。任督二脉，说是练了小周天了，去转悠起来，也就是说的从气功讲的就是神心相交，神和心，神相交，也就是说任督二脉相会了以后，它产生一种和气。平常咱说这个和气，和什么气啊？就是和这个阴阳之气。阴阳之气就是这个任督脉。说这个小孩在出生之前，他在母体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他不拉，也不吃，也不尿，他是胎息。生下来以后，把脐带一接，啊，一配他肺开始呼吸的短了。咱现在呢，咱得把这个东西反骨去运用这个东西去，你先天把它这个任督二脉把它接起来，常年慢慢那么演练，这个松下来以后呢，这个皮肤毛孔它都可以呼吸了，增加它的微循环。咱现在人这是从这年的这个演变呢，大脑发达了。是吧？咱这个叫防生，是吧？通过运动防生，为什么生命在于运动呢？肾就是防生，我的看法。防生就动物，它是小脑发达，是吧？它通过小脑，通过脑干来支配四肢，通过躯干活动各个关节，啊，新陈代谢好了，得氧多了，气血多了，它就达到这种那强身健体的目的了。松肩坠肘，气沉丹田，上下相随，节节贯穿，这正是太极拳修身养性、祛病延年之所在，也正是太极拳这种拳种的独有特点。过去、现在乃至于将来，一直将被人们所公认。就拿刘承德这位陈氏太极拳第18代传人洪君生的得意门生，初入太极之门，也被治愈缠绕他多年的伤病。这个事儿也很凑巧，就是那个，就是79年了吧？79年那个时候啊，不72年发生工伤嘛？79年那会儿那个阶段就是。老师经常上西门去，那一个厂子吧，我住的那个小半桥离那很近，星期一嘛的练完拳，有的时候老师上我那去，啊，说出来得练拳啊，你得出来玩啊，是吧？你别光在家里这个球子哈，从那天叫我们出来练拳，人家一些新的都比我练的好了，叫没得有练啊，也不在家出来，长了气吧，也陆续的吧，就上长子去凑合去。从那以后呢，我练了一个月，那时在家也吃冰糕了，练了一个月，感觉这个，
回个头来一想，这个月都没有腰疼呢。嗯。拿出银元好几次，说不拿啥就腰疼，是不是练拳练的？什么第二，到第二个月我有思想就是注意他了，是不是练拳治这个腰疼？哎，我就加紧这个对拳，每天出去练去了。哎，反正也反没事，在家写本是吧？写评价。哎，这一个月又没疼。从他陆陆续续的确实是没疼，翻过一会儿，很短时间就恢复了，感觉这个东西挺好。从那呢就没也敢再拽，是为了这么个情况，对这个泰拳啊感觉是好了。怎么这个腰不疼呢？现在考虑起来是经常拧腰哈，转腰，增强这个腰部这个腰肌的这个力量，将来以后慢慢那个地方，这个经常的新陈代谢啊好了。那时候不懂啊，可是知道完这个腰不疼了。从那以后呢，对这个泰拳呢，确实是就不愿意拽它了。多年的修炼，也使他深悟到了太极拳之精髓。他不仅甩掉了多年的伤病，还带动起他的老伴儿、他的孩子以及求学的弟子们。老头练泰拳，我支持他。经常跟洪老师出去吧，起码皮肉也好了。那时候，原来俺俩经常打仗。打仗，我说俺跟老师练拳，就不在家里，都把他轰出去。反正那时候老师一个礼拜说我那去一趟，礼拜一带着那学生都练去。现在呢是他教了学生了吧，都来。来了以后，有时候俺给他这块整整圈儿，我成老师了。这你能打？我能打。哎，你三天能打一下吗？不大好意思。啊？不大好意思。不是，你给我演练一下。演练一下。整个啊。多练动作。动个动作吧，带个花圈儿。行呀。挂个圈儿。好。这样吧，行吧。好目前，陈、杨、武、吴、孙各门各派各领风骚，他已深入大江南北，其技击健身双重性亦深得人心。同时，随着国家把太极拳推向了赛场，推向了世界，刘成德这位老人已不局限在这小块土地上。他正走出家门，用潜心所学把红传陈氏太极拳传于后人，发扬光大。1983年，他被济南武术馆聘为太极拳高级教练。1986年，曾随山东省友好城市互访团去日本山口县进行文化交流，传授陈氏太极拳。1990年至1993年，他作为济南武术代表队的领队和教练，多次参加全国太极拳剑推手比赛，并取得较好成绩。在1993年和1996年济南举行的两届国际武术节中，连续获得传统拳类比赛冠军，同时还受到加拿大西部国术协会的邀请前往访问讲学。30年来，他已从拳中之练拳，已升华到一种文化之中。深奥的哲学思想、人体经络学、人体运动生理解剖学、运动生物力学、机械力学等多种科学原理，太极拳的博大精深已大放异彩。我认为这个太极拳就是国家一个，尤其中国的一个古老文化，啊，它魅力很大，就像么呢？就像中国的这个围棋啊，这个书法，这个京剧啊，它有它一定的这个
这个历史根源，源远流长，是非常好的一种古老文化啊。再是老一辈子吧，这个通过多年积累啊，造福人类的这么一种权术。我对他感觉最好的是什么呢？他是老少皆宜啊，就是说强壮都可以练。而且通过这种练这个泰拳呢，并不是光搞击击啊，就是大张斗狠，而且他能陶冶人的情操。通过这个练这个拳呢，他能磨着人的心子啊，慢慢的让人这个人的这个思想境界，因为它是一种文化吧，它是一种慢慢的产生一种修养啊。我是难得的就是能更好的体现这个中华民族这个美德，人是最好。从河南温县陈家沟陈氏世传太极拳法，到派生出的杨武吴孙氏各门各派以流芳百世，从济南陈氏太极拳第十八代传人洪军生形成自己一套红传陈氏太极拳，到洪军生得意门生刘成德的继承发展，从太极拳的健身热潮到太极拳走向了赛场，走出了国门，红传陈氏太极拳已立足济南，面向全省全国乃至于世界，以他的禅拳之法，太极的博大精深，致力于中华武林。